吃个小龙虾，蒜蓉的哈，这个是一斤一只的。现在是龙虾正在食的时候啊，价格呢也便宜。现在吃龙虾性价比最高，我吃这种哈是一斤一只的，一斤一只，然后我们现在是288块钱三只，顺丰包邮。想吃特别带味儿啊！来个大钳子，现在牙口不行了，不能啃了。那肉，除了几个特别偏远的地方呢，不建议发，然后其他地方到货哈，基本都能活。